老板现在手啊，你有话要讲吗？没有，为什么很紧张？不知道。好啊，其实我有很多次演出的经验，可是台上站了很多人，所以我不是唯一一个唱歌的。台上通常会站了一二三四五五个主唱，然后诶，你们干什么？哇塞，好惊喜哦！他是我的好朋友季莎莎，待会有一首你可以一起唱的歌。对不起，我弹错节奏。